学处近于此中二者里啊，也因为说，那么然后呢，皈依了以后应该学的呢，那从前面那个基础，下士当中说的这个地方也要说，还要重说一遍。所以处处地方说明呢，这个上面一定是包含了下面的，同时也一定从下面那个基础上面的更深更广而这么上来的，这个我们必定要了解。即借智量在发心尼鬼中遇此一说，修礼供等十论中说修七支供，一念诸佛即诸菩萨，若歇若现诸善知识，应如是行。啊，那么这个啊，就是供养，供养啊，在这个七支供养，换叫这个十大愿王当中，十大愿王当中，不管以往的、现在的，这个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啊，这里我们不详细啊。供诸增长在如前供养是一应了之，七支在普现恒远，若行论文，水业皆苦啊，这个地方都有，实际上他这个地方就特别说明了七支就是、啊。普贤，我们传统当中叫十大愿望，十大愿望。修净心者，道句论说慈心未现，观苦又情而发机心，为令慈悲所愿显象，界限明显具入前说。那么这个真正的启发的心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是我们进修我们的心学。那前面已经说过了，观苦有情，正因为苦有情啊，所以你发心，从苦从自己身上那是策发的愿力，推己及人的话，那就是啊策发的大慈悲，由大慈悲而变成大菩提心啊。那个时候啊，一定要明显啊，这个道理前面说过了，这个道理就是最一开头的时候啊，讲正修行的时候，讲正修行的时候就说过了，正修行的时候啊还是这样，先呢、啊清净那个坛场，然后呢供养那个佛像啊，然后呢供养佛像跟呢种种供养陈述供养，然后呢在前面呢怎么做皈依，最后的皈依，皈依的时候啊要观想明显，现在不但是皈依，而且你要发心，发心要记住一切众生，所以啊这个还要啊看苦的众生，这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忏悔的时候，那个泥鬼当中也是一样啊，父亲母亲，我们众生都在苦海当中，就是这样，这原因在此。正信泥鬼则为于二者理解右胁着力，或是登居恭敬合掌而发其心，前面是加行，正信是这样，如道句论云，无推展誓愿应发菩提心，尼归中说乃至菩提章，故非今年为利他故，愿当成佛而为发心，为缘属发心乃至未证菩提，誓不起舍，当以尼归发此以乐。那么这个正行的话，就是照着前面的、啊、这个尼归啊，这前面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道理弄懂了，那么到那时照着尼鬼啊，正式的跟你心里相应的，不仅仅是念一遍啊，当这个尼鬼过程当中心里面就跟他相应，心里面跟他相应，从前面一路过来，现在我们了解了啊，一定是啊六根属缘的境界都跟他相应的时候，这个是力量才最具足最圆满，这样是必定是如此。所以这个泥鬼果然是一个是眼跟见，耳跟是听，身在这个地方意属缘，然后还要观想如是的一现起啊。那么、发的心呢，就是照前面说的要不退转的，发了菩提心绝不退转啊，这个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成佛，成佛了永远照着这样下去。而这个里边呢，不是单单是利他啊，就是自利等等，为了自他二利，愿当成佛而发其心，是缘属发心啊。这个在没有证得圆满的佛果之前，绝不停止，绝不起舍，照着这个尼鬼所告诉我们的这样去发。
若欲愿心学出不能学才，则不应发如是心。这个才是愿心哦，不是行心哦，就是我现在要愿要学了。如果是对于这个愿心学不能学的话，不必发这个心，不要发啊。所以我们现在啊，平常说菩提心菩提心啊，那菩提心内容是什么啊都不知道，那实在是啊，这个真正将修行呢还差了一大截 啊。所以常常说啊，种点善根了，种点种子了，这个道理就在这里。若用泥贵净化思念为利业其有情，我当成佛，至于发心学处能不能学，皆苦受之。愿心拥有如是两类那么他是这个说明的。虽然前面说愿心学处你不能学不要发，可是假定说你用了这个泥鬼啊就是啊这么心里先么念一下，哎呀为了利益一切有情啊，我要成佛啊，在这种状态当中你能不能学都没关系，那实际上我们就包含在这一类当中。但是这个里面说愿心啊拥有如是二类，所以这个讲是愿心啊，你能学固然要照着这个泥轨去发，不能学还可以。但是进一步，若用泥轨设计行性，若欲学出前不能学，这一切种决定不苦。假定你用了这个泥轨受行性，什么叫行性呢？就是菩萨戒。是菩萨戒说你发誓一定要照着去做了，这叫行性。这个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可以，绝不可以。这个戒要么不是受了以后你非遵守不可，不能遵守的一定堕落，这样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啊，这个要了解的。所以现在这地方我们的的确确啊，也是说真是种一点善根了。故有树影龙猛与无作所占，绿泥泥鬼与众多人有可受不可受之差别者，是大蒙昧啊。有人说啊，这个两派，一个是信众的龙树菩萨，一个是相众的无作菩萨，对于很多人啊，有的是可以受，有的是不可以受，这是弄不清楚啊。实际上呢，他说的什么是可以的，什么是不可以的，就是前面如果是愿心，那么你随便啊，你只要念一遍就可以了。如果是行心的话，那一定要心里相应才可以。所谓的行心就是受菩萨戒啊，弄清楚了，自然对两派哪一派这个内涵都是一样的。复有一类造初发一论行，初发一行发论说，是行心泥鬼令速速受，然全不知诸种学处及根本罪，未障宣说速学差别，是令受性最大无疑啊。有一种人说，刚开始的初级啊，这些人啊，就叫他去受这个菩萨泥鬼啊，让他都受啊，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这实际上这个情况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根本就不晓得这个菩萨的内容，以及应该学习什么，以及受了这个戒以后，你如果犯戒的毛病，比如说重要的罪犯等等啊，你就这样的说的话。啊，那是最没有意义的事情，最没有意义的事情。教授圣光王经说，若不能学思等学处，也应为领发菩提心，能生度佛。这个经上面告诉我们，是的，你如果不能学布施等，就是啊，行六波罗蜜，换叫做这个菩萨戒，一切的戒本有它特别好的地方，啊，它就是啊，照着这个次第来的。那时候啊，虽然你不能行，但是呢你可以发那个心，发这个心也有很多的大的无比的福报，无比的福报。关于这本菩萨瑜伽菩萨戒本呢、啊、现在正在印，我心里面准备啊，下个学期不开的，再下个学期一定会在这里讲完了，讲了那个什么在家悲览以后，下面的就是讲这个啊，这个论实在精彩极了，他把这个受戒这个抉择的非常清楚
确实的非常清楚，一点都不含糊。平常我们有很多概念呢、啊，就像我们现在一样的糊里糊涂的，他那上面就分得清清楚楚。啊，那时候你们就晓得了啊、哦，他这个每一个层次内涵，是吧？什么是泛，什么是不泛？那这个以后，啊，到那时候我们再来去研究它。一句此意，修此出边缘，若一其中不能修学诸波罗蜜多，被焰能的广大古故方便实受，一当领发大菩提心。此说若于世等修出不能修学，永苦发心，不可受戒，最为明显。那么上面是经上面这么说，然后呢，根据这个，根据这个经呢、啊，就在做的这个修次第的出边，就修行的这个拟轨。规则上面就告诉我们啊，在任何情况之下啊，就算是你不能如理实在的去学行这个六度万行，它照样可以得到广大的好处啊，广大的好处。那么这个情况是指什么呢？就是方便实受啊。在这种人呢，你的确我们想方便这个可以的，使他发这个心啊，这个发的心呢、啊、是发的愿心，所以啊他下面是永苦发心呢、啊、就不可受戒，戒可不要受，那、啊、这个是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受心尼鬼在唯愿现住十方一切诸佛菩萨与我成念啊，这里也成念我们某教，若于今生，若于余生，所有私性、戒性、修行善根，自作教他，见作随喜，以此善根，如现如来应正等觉，即诸大力诸大菩萨，与其无上正等菩提而发其心。如是我们某家，从今为始，乃至菩提，业于无上正等菩提而发其心。有情未度而当度之，未解脱者而令解脱，诸未安者而安慰之，未涅槃者令涅槃，如是善说。那么就是受的这个尼归，现在这个完整的尼归这样的如是善说，归尼归即其即此而终啊，虽为明说，须随思念，然色须知。这个他虽然尼归上面没有说要跟着老师，实际上应该的，此是有失之归。若未获得二者理者，应如何受？就悟所到发心归云。那是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梵网经》上面啊，也许有一些地方告诉我们，有失应该从失去受，没有老师怎么办？他也有个办法。那么，这个阿底峡正在照着这个尼鬼上面，若悟如是二者理，自发菩提心之尼鬼。自当心向释迦牟尼如来及其十方一切如来，修习礼供诸尼鬼等，舍弃清白及阿遮利尼皈依等次第，悉如上说，如是而受。如果没有老师的话，那么就要把那清白，因为你要请老师啊，求老师来传给你呀、啊，这个当然不要了。还有呢，阿遮利也不要了，因为就是佛嘛，除了这个，其他的一样。完结尼鬼在阿遮利，因为弟子宣说愿信诸因学处，正受完了，那么受好了以后啊，那个时候他那个阿遮利啊增长啊，就应该为那个弟子说好了，现在你啊发了这个愿啊，应该学习什么，那是要详细教他，那是应该详细教他啊，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啊，就是我们现在刚开始的也是一样，哪怕是跟人家受过皈依，或者我自己去受皈依，是吧？就是事先就应该了解啊，为什么要皈依？为这种原因皈依的对象是什么？然后呢，皈依的时候是如何皈依？皈依完了以后应该学习什么？这个在前面的供下士当中都说明。然后呢，供众士又有皈依。然后供上士又有皈依，这个下士的皈依，这是见到世间无常，然后呢死了以后啊要下地狱啊，哎呀这个害怕而皈依。中士呢见到
啊，就算你照着前面这样去做啦，能够啊不度无道，能够保持忍天，但是啊对不起他又不就近啊，辛苦还在，弄得不好又掉下去，所以要求解脱。这样那么上师呢，由于自己啊见到这个世间的真相是苦啊，所以啊觉得哎呀，要做一个世间的好人，上前要保人家的恩啊，现在我修修佛法的人居然只管自己，这个可以吗？所以推己及人，由此而发无上大菩提心。这是个内涵，从前面这个开始一层一层的加深加广，所以他皈依的对象啊也有深广的不同，差别在此。那么这个原则是一样。第二，得以守护不令失坏者。好，那么前面是未得令得，这个得什么？得皈依之体。所谓皈依之体什么呀？就是那你这个心种。然后呢，这个心种啊，要真实皈依了以后，这个种生起现行。这个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从我们平常三皈依开始，是五戒八戒乃至具足戒乃至大菩提愿心。为什么事前先要有正确的认识，要有了解，那个不仅仅仅是落下那个种子是完整的，而那个种子一定是啊对着这个殊胜的境界吃发了现行，然后你一直保护是那个现行啊不断的继续向前，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你只要把这个东西保持恒常相续的话，哪怕你睡觉功德一直在增长，功德一直在增长啊。所以说你只要保持着这个不坏不舍的话，拿这个回向喏，就是这样啊。为求解脱持必求戒，保持着这一个不破坏的话，回向往生中品。现在到了上士，你保持这个不舍，你回向往生净土的话上品。哦，这个是愿心哦，还不是行心哦。这样，那么以前我们永活不懂的这个道理，现在啊经过前面共重视到十二因缘这个概念有了以后，我们就很清楚和明白了什么时候是一个种子啊，如何是现行，现行需要什么条件使得这个种子能够触发它。所以啊跟你们考试那个题目的原因就在这里，你们自己好好的去想。我晓得在座的有几位了解，有几位不通，等到你们想完了以后告诉你的话，你就很容易通了。恶发是如此，善发也是如此，得到了这个，得到的就得到了这个东西啊。这样那么得到了以后呢，守护啊不要让它坏掉啊，啊不要让它坏掉，如果坏掉了那就完了啊，你一定要还要重受才行。为当自学处故应宣说，那时候啊你要宣说了。前面告诉我们呢，持戒的时候他并没有把讲戒的内容就告诉什么犯戒十因，大家记得吧，第一个就是什么无知，你一定要好好的学啊。所以现在处处地方让我们自己提醒一下，不要说哎呀我修行了就关在山里面自己要修行了，这个你一个人在家是你就可以这样，如果你真正出家，尤其是年轻人，这绝对不是修行之道，一个是年轻正是修行的，一定要依靠善知识，然后呢深入经藏，再不然的话呢，你像禅宗祖师更早一个大彻大悟的，他自己就是本活字典，他随时告诉你啊，你总归听着他，你这样才是真的学。这样的话你晓得学习什么，了解了你才能够把那个戒得到了可以啊持得住，反过来说得不到可以得得到，否则的话你根本就不可能得到，得到了以后一定以为坏掉，因为你根本不晓得嘛学习什么嘛。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是啊
怎么守护啊？第一个啊，要晓得学处。那么所以老师要讲学生要好好认真的学啊，此中分二，修学宪法不退发生发心之因，修学余生不离发生之心，这有分两方面。现在我们怎么办才不退转？不但现在哦，还要其余近未来际，因为这个菩提是近未来际的。那么分两部分，现身怎么办呢？初中分师，为于发心正欢喜故，应当修学一年胜利。哦，这第一个一定是这样啊，这发心的速胜利。二，令增长属发心故，应当修学六次发心。三，为利有情而发其心，应学其心不舍有情。四，修学积劫福智资粮。那么现在一个来讲，若阅经藏或从诗文，或者是自己阅读，或者从老师，最好的两样一起来，是菩提心所有胜利。华严经中广宣说故，应当读阅。那华严经讲的最详细，这应该好好的看。如前所引说，如一切佛法种子，就像前面告诉我们的，这个发菩提心的这个速胜的力量，是一切佛法的种子。什么东西你有了这个菩提心，什么都有了。记在前面吧，这个菩萨你只要得到一样东西，哪一样东西？菩提心。得到了这个东西啊，一切来了，就像那个钻轮什么能保所知，什么都来了。又说总摄菩提一切行愿故，犹如总摄啊，因为这个是啊，总共包含，就像那纲领一样，你把这个头拿到了，其他样样都有了。若广说自分无边，欲总摄中能摄一切，故为总摄。就是说，为什么要讲那个总摄啊？就是你真正的详细说它的内涵的是无量无边，但是你把持着这个纲领的话，一个纲领提起来的话，哎，全部都在里头了。比如问度难世界一切菩萨道法所有恩要故，说明为恩问度难。问度难就是个纲大纲啊，这个大纲里边也包含了所有的东西啊，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常常说的，你有多少财产啊，我有一个契约，虽然这个契约是一张纸，哎，对不起，这张纸不得了，就包含你的所有的东西。菩萨理中所说胜利是愿心胜利，比最初发坚固心有两胜利，一为成就正种福田，二能摄受无恼害佛。菩萨理当中告诉我们的速胜的利益啊，这个胜利还是什么愿心的胜利哦，愿心的胜利就已经不得了了，已经不得了了。啊，这个最初啊，发坚固心，就是当你一开始发这个心的时候，只要这个心坚固，就有两种速胜的利益。第一个呢，成就正种福田，你只要这个心一发，你就是福田，而且这个福田啊，真正被正种的。现在我们看见一个，哎呦，这个人修行，你有修行啊，你就很恭敬。啊，这我们平常啊感觉得到的。所以祖师们说啊，我们现在啊都晓得正宗啊有德心的人，不晓得你自己是照着去做啊，这就是你自己。哎，我们只晓得正宗别人，是不晓得正宗自己，人是真颠倒。你照着去做的话，那个你自己就是本身最值得正宗的人。他这地方告诉我们呢，发了坚固心就能够成就。实际上这个被正中的话，不仅是我们凡夫哦。所以这地方我们又可以提一下，回忆一下，这个阿罗汉一看见那个小沙弥发了一个心，那根本谈不到坚固，这心里面才这么一念一动啊，我要学菩萨。那个因为正了果的阿罗汉马上啊，你请前面，然后呢恭恭敬敬的把那个包袱那个担在后面，那千真万确的事实哦。而这种事情只有圣者才能看得清清楚楚，这也说明什么事情的千真万确。哦，正因为我们凡夫啊，我们都是愚痴蒙在眼睛里看不见了，就是个菩提心的速胜的利益是不得了的，何况你现在正确的发的心，而且啊坚固一动都不动，这样啊。
然后呢，你发了心呢，对福田来说，辩论功最值得尊重的福田。还有呢，到那时候啊，色受无脑害福，那个时候、啊、你积极了。平常啊，对不起，这个福啊，对不起，这个福啊，都是有问题的。人家说啊，哎，福气大，福气福气，有福就有气，福有度大，就有多少的寿气够你寿。哎，这个福啊是有脑害的。哎，现在这个地方呢，无脑害福，千真万确，千真万确。所以我们世间一般的人啊，你做的叫三十愿，他做的这个事情呢、啊，嘿，叫做庄严法宝，以及宝土的最好的庄严，发生报身，发生无相的，这是报身宝土的最好的庄严。第一在如因，天人世间皆因礼敬，为发心无间，即成一切有情所供养处哦。犹如素因，发心无间，有种性们亦能隐蔽，做阿罗汉，未成正上啊！你看，一切有情所供养的地方，而且不但如此哦，就是你一发心无间，就是才一发心，因为你那个种性，就是你这个出身高贵，所以啊，这个时候身为佛子的，能够超过阿罗汉，千真万确，是最珍贵的。又说，虽作小佛，亦能出生无边大故。故是福田，一切时间心因一直犹如大地啊，实在了不起啊！所以这个大菩提心，我们的的确确无法想象的。在这一点呢，我们生在这个地方，应该自己感到深深庆幸了、啊，深深庆幸啊！这个大乘佛法的真正的殊胜了、啊，你就到了这个时候，你才慢慢的能够体会得到。啊，才能够慢慢的体会得到，的的确确实在他殊胜，实在殊胜。所以，因为这样的特质，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他既然有这么殊胜，又晓得学这个必然这样的次第，所以你如果说芝麻上面鸳鸯顾全道的时候啊，一生精力有限了，往往把握不住这个根本啊，就完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他重视根本呢、啊，那个芝麻。难免有的时候啊，不能顾全道，就这样，是这个是的的确确跟平常啊特别重视解脱的这个为声闻罗汉乃至戒上面呢、啊、少有开合，这个我们要了解的，这个我们要了解。你辨别了这个清楚以后的话，那么那个时候你就分得清楚啊、哦、啊，不同的部派的戒，它的特质在什么地方。那时候你就懂得阿底峡尊者当年啊要出家的时候，他的老师就问他，哎，你的密行舍不舍？阿底峡说不舍，不舍，你要守大乘部，舍哪一部都可以，这个道理你那时候你就开始慢慢的可以了解，就这样。所以我们呢的的确千万不要任意拿我们呢幼稚的眼光随意的是是非非，到那时候啊对我们有大损害，到我们有大损害啊！任何情况下，第一件事情啊，要什么了解啊？应该学习内容。注意啊，无知是第一个重要，要把它拿掉。你懂得了，那个时候再去一步一步照着去做，啊，去开口正好。为如一切众生父母啊，那不得了，一切众生的父母啊，这个是啊。第二在如说的被人王护树守护，若轻若狂，我放夜时诸恶又差宅神非人不能扰害，若于众生未曰熄灭，即曰灾魂数用无念咒句名句，若知此手上令有念胡唤验证。其次第二个也是能够摄受种种的福，那他那个福啊，被人皇守护，转轮圣王、金轮圣王，征服一世天下自然的力量。对不起，你才一发现啊，你已经呢、啊、超过了他，远远的超过了他。好、啊，那我们现在这个时候要想做一个县长，要做个总统已经了不起了，那个总统啊竞选了个半天，对不起，你这一国的总统那个大国还不行。
啊，他现在转轮圣王根本什么都不要的，天下自然成佛，